哇，我下午彩排的时候很紧张，但越彩越到后面比较稍微稳定下来，可是刚刚又再试了一遍，哇，有点紧张哎，真的蛮慌的。不怕不怕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行前是做了很多的说明会，然后嘞，我们也私底下也有简讯互相打气，所以没问题，我相信可以。名师出高徒是这样讲吗？学姐传授。有、就是。你是想要问谁？你说。叫我放轻松了、啊，然后就是因为在平常生活中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练习嘛，那就是其实已经背好了，那就是不要紧张，然后稳住自己这样。对，加油，可以的，做得到。来啦，一二三，叫叫叫！你看多有默契，完全都没有 Q。我当然很感动啊，因为60年的历史里面我就参与了14年，对，所以一路看着华语电影这样子那么蓬勃，然后我们的承先启后，特别是我在旁边看着这么多优秀的演员，大家挑战主持棒，特别是小乔这一届，然后他也是很棒的演员，从一开始看他新演员一直到现在，就真的蛮感动的，一路这样子看下来，特别是今年真的是完全很多影帝以后都要回娘家，所以空前盛况，请大家务必锁定台视频道，还有 My Video 以及 Line Today。 我特别期待看到那个满岛光First Love First Love， 有了，我也想看北野武啊，一所广司都是很棒的国际巨星，都很期待。对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这样访问，近距离的访问，超近的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么近，真的很近的。没有啦，没有，就是一辆香槟赛这样，一辆香槟赛。谢谢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加油加油！哇，好了，可以了。